因为凶宅 App 非常的成功，上线之后受到很多投资客还有会员的青睐，那公司的网站流量也真的有提升。豪宅团队那边正好有一个缺，我跟 Vincent 提了一下，他也评估了一下，认为你的外形能力都很适合，所以要我来问你有没有这个意愿。谢谢你的引荐，不过我不考虑调动。我会继续调查凶宅。我承认，我刚开始是因为想要加入豪宅团队才接下这个工作。不过经历过这阵子，我变了。我发现，房子只是房子。是人的执念住进去了，才让它变成凶宅。凶宅不可怕，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的执念。安琪，等一下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我今天会来是想要问你，淡水的房子为什么会有保全在外面？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我先走了。安心，我今天没有要叫你们两个去救我。董希望，认真的男人说什么？再见了，我心中的鬼。黑骑士，你最近好吗？淡水的房子顺利卖掉了，我遇到阿水的妹妹小君，她托我请教你，是否在阿水过世前跟她联系过？因为阿水在你离开一周后闯入淡水的房子。吸毒暴毙，但他坚称哥哥不可能再碰毒品，请你赶快跟我联系。最近发生好多事，有很多冲击。过去的我，总想着要赚钱，想进入豪宅团队，总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忽略了身边的人还有我自己。现在我想做一些改变。找寻为何不良的原因。小月，你就是我的凶宅犬。我教你一个安全套方法。天哪，太舒服了吧！你有双牧羊人的眼睛。在你眼里，谁是羊群？小妖，小妖，安静点，安静点，是没事。让风最终让那去，深处黑夜看不清，你是银河的雏形。期待能赶快跟你见面，小公主。